其实也有关健康啊，这国外的最新研究，女性每天喝两杯的柳橙汁，罹患痛风的风险和这个每天呢喝两罐汽水类似啊，都是长的两倍以上。这研究团队认为，因为柳橙汁当中含果糖摄取过量，会让这个尿酸堆积在关节，形成了痛风。而国内专家也说，建议痛风患者平常还是喝水就好，尽量不要喝这些高糖饮料。